だよ。こんにちは、台湾シシです。今天我要去走桃園展望展望台然后明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刚刚登岛的时候我就先把我的行李给桃园庄的工作人员，让他们帮我先带到我住宿的地方。为什么中文跟日文都变烂了？哇，好美哦！你好帅。上次我是走隧道，然后去地藏岩，又去看桃岩。跟什么岩忘了。那今天我要走登山口，所以我们往这里。1.2公里就可以到桃岩啦。今天的气温是26度，我原本就好热哦，然后想一想台湾应该就是加个10度，东京之类的也是加个10度，就觉得好累，边走路边讲话的体力变差了，就觉得26度也是蛮幸福的。 OK， 开心。就是体能真的要锻炼，在牛下来每天下班都是爬山。目前在做这个饭店工作，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，只有脚踏车，但我真的不喜欢骑上坡，所以我的运动量就减少很多。大家一起运动吧，身体健康，精神好。海景很漂亮，但是一直都是上坡超喘的。那这一路上其实还是有一些花，有些花好可爱哦，很喜欢小白花，还有这个紫色的铃铛形状的花。终于走到桃岩了，大概走不到1个小时吧。我一度怀疑我是不是走我上次走的地方，但我上次走海岸线，所以是下面的桃。这个桃那时候看得比较远，那今天我是走到桃子的后面。大超热，看我的汗，天哪！天哪，立考神超美。Let's go。终于走到电影拍摄地，北方的金丝雀的拍摄地。哇，好可爱哦，企鹅。里面好像是可以进去的。然后立考山，还有荡秋千。这个就是那个电影，好复古哦，给大家看。所以建议穿一般的登山鞋了。8月29号，今天。但他每天会换。现在到北方金丝雀旁边的咖啡厅，我点了一杯漂浮咖啡，700日币，刚好超值。来吧，去吗？
我现在要走回渡轮船。我发现根本不用四个小时啊，就是 Google 告诉我只要40分钟左右，所以我走到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一样，2:56，所以我走到的时候可能4点啊，差不多。那我也是刚刚就在咖啡厅边喝咖啡边欣赏这个风景哦，我好爱咖啡厅里面那个小鸟的小花瓶，想要。对，就是很趣哦，好可爱哦，我喜欢这个镜子，换装可爱。给大家看我喜欢的镜子。在马路上的海胆壳，就是立考岛跟李文岛的日常。很喜欢这两个小渔村的感觉，很像海街村恰恰恰。这些卡莫妹，嗨，跟大家打招呼，对吧？你看你跟富士山多美啊！他们好爱讲话哦。发现这个100元的无人商店，每一个都是100块，然后放到这个车里面，这很酷哎，这个100块哦，真的假的啦？我决定买一个花送给我的同事，因为之前他去爬立考山的时候，他回来他送了我一朵花，应该不是在立考山拔的吧？因为这边应该是不可以乱拔花。这个好漂亮哦！好，我要把100块。100元。好，我要去坐公车了，剩15分钟。我刚刚买了tapioca珍珠奶茶，冲绳的。我在纽西兰也是，就是那边的珍珠奶茶都是写冲绳风味，因为黑糖嘛。然后我还买了桃太郎哦，我今天一直安安不分。桃太郎的丸子，中文是哪一个？团子吧。然后跟老板娘聊天，就说哦，我没有吃过这个团子，然后他就说这个伊豆兹克大赛就是以前的摸摸他的桃太郎的故事，这些的好可爱啊。那等一下到桃园庄，在巴士上就不能拍。我再拍照给大家看，期待。今天是我30岁的最后一天，到目前为止都很棒。但我现在已经调试到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很快的恢复到平静，然后甚至开心、享受、幸福的心理状态。希望未来可以持续这个能量，甚至更快。或者是完全不会被影响，就成佛了。OK， 刚刚入住了桃园庄，现在有一个人在外面对着夕阳弹吉他，好浪漫。这边的人真的很疯，真的就是跟网络上写的一样，出发前你一定要跟着他们喊“好像欧弟”之类的。然后会跟你玩，可能第一次我会发现啊，洗不洗澡，然后在第二次再大声一点，然后一路上会跟你玩一些 quiz 问问题啊什么的，然后到了之后就说每一次你回家都一定要说ただいま，赞。然后很多客人也会主动跟我讲话说你怎么只住一天，太可惜了啊，没办法，我后天要上班了。好，这应该是我很难忘的30岁最后一天。那里面就是真的不能摄影，那我拍了很多照片，然后要自己铺床。
后等一下八点会有 party， 这附近的有一家咖啡厅，明天生日，有人来这边吃蛋糕。桃园庄的时间是比日本时间快30分钟，然后在里面就是你们要取一个绰号，就是不是用你的本名，然后就说你们要像家人一样，我们那个可爱，你也这个呢？那个，喵！啊，不行，不行！啊，幸せ。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。明日だけど。Let's go!